范森跟詹姆斯搭档会是什么样的局面？北京时间8月31日，据美媒报道，蓝色史蒂芬森表示，魔术师约翰逊曾告诉他，勒布朗詹姆斯有兴趣和他一起打球，他称詹姆斯是当今最佳球员，他二人携手会很有趣。据247 Sports 报道，湖人今夏引进史蒂芬森，除了他是和湖人的舰队计划外，詹姆斯的点将也是原因之一。当地时间周三，史蒂芬森重返印第安纳波利斯，参加了一个回馈步行者球迷的活动。期间他透露，魔术师曾对他说过，詹姆斯很有兴趣和他成为队友。魔术师当时告诉我，他说勒布朗对我有兴趣 interested， 他们对我也是兴趣浓厚。史蒂芬森说，我于是就决定去那了，希望我们能一起赢下许多比赛，并合作愉快。尽管和詹姆斯以往有过不快，但史蒂芬森仍很开心能成为这名超巨的队友。没错，他或许会唆使我去攻击别人，史蒂芬森调侃着，这会很有意思，这会是一个超级有趣的赛季，和他一起打球，一起赢球，我乐于看到他能带来什么。他是当今最佳球员之一，我对于和他一起开启新赛季已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和这样的天才合作，我们只需加快节奏，不要去想太多，打出一波流，同时享受比赛，一直跑起来打球的球队，这正是我所乐意效力的。